高考结束了，答案对过了吧？你又笑什么？就对了，数学的答案全对。你确定你数学跟参考答案对上了？嗯，我数学本来就很好的。可是我发你的那个是语文的答案啊，你这怎么对得上的？你数学最后一个大题不会拿来写作文了吧？靠，我说怎么写不下啊？选择题总没错吧？啊，我没有选择题答案啊。你现在文阅读用三角函数做的是吧？还是说你在选择题框里默写了古诗词啊？都有。网上说有个人高考忘带准考证，带着厂牌过去的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嗯，你哪个厂牌的？高考有没有额外加分啊？我听说老兵烧烤加的多。真的假的？阿祖靠这个加了4000多分，耶鲁招生办都被他收购了。还有这种好事我不知道啊！我考英语之前拉肚子了，上厕所忘带纸就把准考证用了，当时我急得快哭了。一摸果断，还好身份证还在，火速去网吧上网。高考生网费能不能打折？98折很划算。那就好。你之后打算去哪个学校啊？在书上随便找一个就行了吧。你看的什么书啊？帮我也一起看看。小红书啊。嗯，他们都说缅甸医科大学的腰部护理专业很不错，这个是他们王牌专业，很难考的。我建议你报考索马里林业大学，或者南极体育大学、刚果电子科技大学、津巴布韦金融大学、阿富汗国防大学、马达加斯加电竞学院，都很不错的。暑假作业专业代写是吧？对，这个暑假我一个字都不想动，全科代写。多少钱？6.18折扣加一个字1亿啊。那600万，我全部身家，能不能偷偷下卖我一个字吧？不好意思，这单卖不了。齐师长，我说你们俩大中午的鬼鬼祟祟坐高铁下床干什么？齐师长，您不是去西伯利亚给宿舍买停车位了吗？宿管阿姨的老公都已经嫁过去了。不关你事，先处理你们俩的问题。这个暑假才刚开始，不是说好了先陪我打10个通宵的消消乐吗？给你们量子计算机都买好了，结果都不陪我玩是吧？那个量子计算机性能带不动消消乐啊，那连连看总可以吧？那个赛车模拟器才能玩啊，这就是你在这买作业的理由是吧？说好不到最后一天不写作业，结果一放假就来找代写，他有什么错？嗯，你说什么？刚好现在亏本价促销，他来找我有什么错？你每次都拖到最后一天写，难怪你留级76年。亏本价一个字1亿是吧？这家开的这家不算贵的，一个字你都买啊？我买我就买一个字啊！警长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写作业最艰难的一步就是拿起笔写那第一个字啊，只要第一个字写了，后面的抄起来就快了。市面上代写这第一个字，有10亿啊！他手一个亿真良心价了，而且写过字的作业本挂到网上可以卖个天价。去年我拿着Open去找阿伟，看看换了20栋楼啊！阿伟用的写过字的作业本，考研调剂去了麻省理工啊！帮我买5万字，快点！哦，再把麻省理工买下来，改成职业技术学院，马上把阿伟开除了。好，啊，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啊！最近我会多多更新，大家多多点赞哦！懂我意思吗？死路拜拜啊！